看就知道这个下面全部都是垃圾。那这个现在这是我们这一块地主要把草弄掉的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间接让祖先的地回归我们这样子。居的那后段，你不可能原地丢在这里吧？是不是？所以是不是先集中起来？你这样子的话不会感觉这么乱？就把1万多2万块，就是我们点一下数量大约几颗，然后我们就会就是给一个那个，并没有变更原始地貌啊。我的认定是这样子、啊。好，大家。那这部分就是，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个别的法令处理的，那个别法令就是个别法，就一样依照之前一样，个别的主管机关自行依照他们法律去处置，我们基督徒会这样处理。那有关于我们督促的部分，那因为现场也确实是看到原始地形都还存在啊，哈、哦，那这部分就是，请你后续不要就做违规的使用。是，好吧，也不要再继续做违法的行为。是，那至于说那个花草树木破坏跟复制的部分，那就是请他们去处置。我那废弃物的部分，那怎么认定我们也外函了、啊，就是环境局这边在另外再处理举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就要把它带到后段，因为树木是可以回收的嘛，他们可以不用好像不用垃圾地。正门在上面，正门在上面那个嘛，这是侧门嘛。都是测量，然后他妈的全部都在要。